比赛才刚刚开始，比赛只进行了30秒钟。奥斯卡传远端，库尔克先停好了，再传门前，守门员并没有扑远，结果外围又是奥斯卡一脚冷射球，库尔克把球断下来，做一个简单的人球分过到禁区里面。哦，这球是点球。库尔克自己来主罚，骗过守门员，稳稳的将球罚进。这样上港就都是1-2-3。哎，右边路，上港又形成了一次右边路的突破。看这脚传中到后点，吴磊轻松的左脚推射破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离上港的防守球员人又近，反过来我们看上海上港的反击，吴磊第五个，好的，过人，自己打，漂亮！奥斯卡帽子戏法，真是很相像，哎，后点了，哇！鱼跃头球破门，让球，转身再突破，咦，传了个传钢球，不错，华克汤球越过对方，再推门前。第八个，李文军，You're a fucking idiot. This needs to stop now.